城这部戏的题材还是比较新的，关注了现代人的焦虑和抑郁。最初传出来陈道明主演，女主角林丽由唐嫣饰演。讲真，唐嫣虽然很努力在进步，但和陈道明搭戏真的很难。如果一部戏男主角的演技碾压女主角，看着就没有意思了。陈道明最后辞演了，是因为女主角是唐嫣，还是因为女主角后来换成了 Angelababy 呢？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后来吴秀波取代了陈道明和 Baby 来搭档，网友们纷纷劝吴叔辞了吧。前几日又传出消息，吴秀波也辞演了，不过在事实面前，一切谣言都不攻自破。11月5日，都市伦理情感电视剧《浴室之城》正式开机，在上海举办开机仪式，吴秀波、Angelababy 等主演悉数亮相。不过观众们还是很担心 Baby 的演技的。自从 Baby 创造扣图下线的孤芳不自赏后，他的口碑就跌到了地下18层，演技就更不用提了。希望这次他的演技能有所提高吧。感谢视杠本期视频，我是圆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